当你拿到档案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了。此刻的你，应该正在享受幸福。我跟所有人道别，唯独你，我还是选择跟七年前一样的做法。现在把这个给你，是确定彼此都能放下。你也终于赶上了封闭七年的光阴。我们确实度过了美好的时光。你在干嘛？在看书啊。看书？嗯。